大家好，我郑哥。还有我们的神哥。今天跟峰峰去拉牛奶。大家关注一下我吧，我是大脑范先生的吗？神哥要开。神哥，我们今天去拉牛奶，中央街到了，然后时间很紧，我刚从丹药回来，这一天本来想说去医院的，也来不及休息，我们就去拿钥匙，先到市里面去把牛奶给他拉回来。交代冇几问通嘅，遇难不慌，系咩事嘛？没事啊，没事点解？因为只能电台没亮哦。干嘛？我有牛奶的。我问下一个。哦，快点，讲嘛，快点讲嘛。我拿了一杯给牛奶。还讲真实。装没装完东西，在大点下呢？哦，对，都没把东西，在大点下呢？你拿去嘛呢？我上周下子卖哦。哦，那你们拿的先拿去。拿去哦。你拿我拿的没羊，我拿的用火装卖。要的没得好的嘛，哦。你们的好的，我跟老我看着刀我等下先。等下没拿，我没拿，没多玩的。你先。啊，文家姐是杜。我刚打电话给黄家明了。等我还我拉完家回来，我该和他算了。你呀，你拿个船带个条子。我没，我叫拉船带喊英雄生个条。啊。你要见到我的人在街上了，那你走嘛？他叫三个人嘛，不走了。哦，那我就直接等你过来就行了。我哪个人？我帮他搞你们，我们。啊，你放着啦。放着，我真是，我觉得那个人，我是看见那板凳，我想笑的，我只坐那个板凳来听啊，压轴。你去，上次要不？又去不去？再上。上七幺八。我回六站，你帮我拿电车送去那医院。什么？我怎么这样背呀？没有。邓伦呢？哪里？唱歌呀！下来了，还哪里？我们在哪里啊？在上面练歌。谁呀？蛋蛋、优桑。马上。大家看一下我瘦了吗？哼，好不，生了一场病要瘦了，还是值得的不？是吧，丹丹？明天再病一场。来，没了，舒服舒服。哟。
好舒服啊！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哎呦，会唱了！挂在还带动作的吗？放光景。哎呦！满天许多小人间。太强了！小星星，哦，哇！小老鼠怎么样？小老鼠上灯台，有吃小狗来。你是吃了可爱多吗，小薇薇？你再这样子，他们要组队来偷你了。下来，咦？鼓掌，拍手，拍手哦。嗯，走。摇啊摇，摇到奈何桥，奈何桥，这么多啊，这么多啊，一百斤啊，嗯，这又是谁的声音？君山，好，谢过到家。那个，好的，一起来吧。重阳节的，重阳节村里面大家都在积极的在做这个重阳节的活动，因为我们这里每一年都在做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小心意。然后到时候重阳节的话，会在家里面这边做，然后也准备一些其他的东西吧，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。加油，你们是最棒的，耶！